七十九乘以128等于23426。因为我学过。你肯定忽悠我吧？没错的。1000124326。你看我说两遍说的一模一吗？又来了。所以我没搞清楚你们俩来的目的是啥。他只是想看看我这18天，我几乎离开手机和就是没有那么多输出喝茶，放下那么多业务，我能不能活？能活可能还能在一起过，如果不能活，我很极度痛苦，那就算了。就这么一个规范我都做不到的话，那不要坚持了。所以你们俩商量好了，就是真的做不到就真的算了。当然了。我们这个不是说开玩笑，因为我们真的彻底的分开过，就放下了。所以我懂了，你们是来试婚的。对，就是你们是17年的婚姻之后又来试婚的。嗯，就是来过你认为应该的婚姻的样子，对吗？对，一语中的。所以呢，就到第5天，你觉得你能过吗？到目前我还是很痛苦。